歹势，我第一届来就摕礼物哦。谢谢我愿意剧组的所有人，目前、幕后、对手演员，我要谢谢灭火器的团员跟火器音乐的工作伙伴，因为我每次去演戏，他们就很担心公司会没有收入。那我现在得奖了，你们慢慢担心吧。最后我想说，我除了我是杨大正，我除了是一个乐团主唱之外，我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演员。谢谢金曲，谢谢金钟奖，我会带来这份祝福，继续努力往前迈进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第58届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奖入围的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入围的有，那是我女儿的命。妥宗华，模仿犯，汉草文创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我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我也一定要把它给找回来。我很正常，12点到了我会起来。陈伯正，模仿犯，汉草文创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回家了。头一开金小水，有够爽快。尤安顺，吴家来体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就这位来盈利。出发。杨大正，我愿意。洛斯本娱乐制作有限公司。我们不是说好不再弄出人命吗？邹承恩，我愿意。洛斯本娱乐制作有限公司。哎呦，每一个都是心头肉呢，要给谁好？好的，第58届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得奖的是杨大正，我愿意。不俗的完成高难度角色，聋哑人士专业手语的表达，公车司机的庶民感，眼神里处处是角色情感的灵动，绝望的夫妻对手戏令人动容，爆发力十足，是令人期待的演员。歹势，我第一届来就摕礼物哦。谢谢文化部，谢谢金钟奖的评审委员，谢谢我愿意剧组的所有人，目前、幕后、对手演员。其实我演戏演14年了，那能够站上这个舞台，我要特别感谢这14年来每一个给予过我机会、给予过我表演的养分的导演跟前辈演员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请容许我明天宿醉退了以后，我在脸书上再 po 详细名单啊。然后我要谢谢灭火器的团员跟火器音乐的工作伙伴，因为我每次去演戏，他们就很担心公司会没有收入。那我现在得奖了，你们慢慢担心吧。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很辛苦，我谢谢我的老婆，常常她对我很多很多的包容。然后那个姐姐弟弟爸比得奖了。最后我想说，我除了我是杨大正，我除了是一个乐团主唱之外，我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演员。谢谢金曲，谢谢金钟奖，我会带来这份祝福，继续努力往前迈进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恭喜金钟最佳男配角得主杨大正，恭喜，赞赞赞。拍照先。
样大的工作，比如说建构之后，我们现在拍摄的过程。来，看中间，中间第二排。即将拍摄的时候，其实都有很大的脑袋，要怎么让这个拍摄工作的人员拍好，直接传说。来，右下方，拍摄还是拍摄？右上，右上。导演是环游成本，其实拍摄的发现，我们是说。好，大正先从最左边开始，快要流眼泪了，来捕捉一下最左边，来左前方，来中间，米克白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刚哭那么凶要补妆，来右边，我们先访一下大正，恭喜。也是三金得主喽，金音、金曲、金钟。来看一下那个讲座，拿回来，你看清楚，他叫金怎么讲？你讲，他叫金怎么讲？对镜头说，金钟奖是补讲一下得奖感言，金钟得奖感言。我其实觉得，我来到金钟奖的时候，入座的时候，其实觉得今天已经够了。就是在我身旁的都是我平常很喜欢的演员，有的是从我小时候就看他们演戏长大的，柏中华之类的，阿西哥、陈柏正，然后很多很多，就是我最近在很喜欢看台剧，很多都是我最近看的影集里面跑出来的人，就坐在我旁边，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肯定是说，哦，原来我自己的在戏剧表演上是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拿出来相提并论了。那在这个前提下，我内心就已经得到很大很大的满足跟感恩跟幸福了，对，所以我今年第一次来金钟奖，我非常爱金钟奖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在表演这条路上去精进自己，希望未来能够常常回到这个盛会这样子。会的，你金曲金钟双冠王，下一步就金马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，谢谢。